大山东16个城市，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尴尬。潍坊的尴尬是有山东第二的面积，有山东第二的人口，有排名山东第四的经济，有排名山东倒数的房价。潍坊还有世界上最出名的风筝，有国内啊最出名的大棚。潍坊种的一手好菜，烙的一手好肉火烧啊，手握一身名牌。然而潍坊的名气却干不过海边默默无闻的威海。潍坊的尴尬还体现在地理位置上。潍坊你要说的是内陆城市吧，它靠海。你说它属于沿海城市吧，别人又不知道。对，潍坊你说它属于胶东吧，算不上。你说它属于内陆吧，啊也不是。不管潍坊怎么证明，它一直啊挤在胶东和鲁西中间，挤的是啊浑身难受啊。尴尬，太尴尬了，尴尬。